你看还有字啊，好像都有字啊，都有字的话，白色、红色、黑色、白色、红色、黑色。那我是不是可以用这三种颜色来做点事情？喂，你好，顺丰快递，听得到吗？站着上给我送的奥料到了，现在去签收一下。39箱，那么现在我就用这些奥料来做一件别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，就是要拼一个超级大的奥料魔方，并且让自己悬浮在上面，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可思议？那么接下来开拼。我现在把它的主要文字部分已经拼完了，接下来就是填色。肯定有人会问了，不是拼一个魔方吗？为什么是一个歪歪扭扭的形状呢？那学过美术的朋友应该看出来了，这个需要换一个角度来看。成功，我们祝
大家牛年大吉。那么现在大家看到我是不是坐在一个悬浮的立方体魔方上面？这利用了目前的近大远小的透视关系原理来做的一个图。俯视角的时候，你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个扭曲透视的形状，等到视角降到一定的高度，再看过来的时候，就变成了一个正常的立方体魔方的图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做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拜拜。等一下等一下，你不会以为这个视频真的就这么结束了吧？那么谁还记得视频开头我做的这两副对联，里面用的红色饼干是奥利奥新出的这个荔枝柑橘口味的，饼干上面每一个字都不一样，可以凑字数，我这凑的是新年快乐，这边凑的是大吉大利。现在我就要把这两副对联送到你们每个人的手机上。所以现在赶快拿起手机截图，或者用另外的手机来扫描这个二维码，能扫出图案的扣一，扫不出的扣二，我看看有多少人能发现这个彩蛋。你们可以保存扫出来的这个图案，然后带上给2021画个饼这个 tag， 发个动态许下自己的新年愿望，就可以获得奥利奥提供的专属礼物。我也会去找官方给大家申请奥利奥的饼干礼包，饼干的文字有十几种，你们也可以试试组合，发挥想象力写成各种各样不同的祝福语。借这个机会给大家先拜个早年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新的一年我要给自己重新画个饼，去年画的饼是年底50万，现在也刚好达到，然后是做出哈的移动城堡，当时也是顶住压力然后也做出来了。今年也给自己来画个大饼，就是年底争取到100万。至于接下来要做什么模型，就做这条视频下面评论区点赞最高的那个模型吧。我也不知道什么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做出更多更好玩的视频，去年也实现了，我相信今年努努力也能达到。最后我会把这个乐高对联的 LDD 模型和 IO 模型放出来给你们下载，感谢奥利奥官方赞助支持，希望大家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投个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Hello， 这里是赛克。就刚才发的这个视频啊，就引起了一点小小的争议，就是说这个食物浪费的问题啊，在这里我说明一下，就食物并没有浪费啊。首先其一就是那个工厂在跟我对接的时候，他们用的都是那个工厂的残次品，就是包装还有上面字的印刷还有那个残损度，他们都是卖不出去的那种工厂残次品，但是都是可以使用的，都是从那个统一流水线上出来的嘛，你们或多或少应该都了解过，工厂都会有这么第二批次的那种产品。当时我还说做完视频会把一些好的然后给你们做抽奖之类的，如果说就我可能有点太疏忽了吧，就是你们觉得如果嫌弃的话，我可以之后就给你们抽一些别的东西吧。然后其二就是我们做完之后这些东西因为是可食用的嘛，我们也不想浪费，然后就我们都打包好了的，就是这些，因为做了两天，然后这个地方是虽然是有一点软但是可以吃的，这有点软，然后都是可以吃的，因为我们都是 很好的把它打包好了，所以并没有造成浪费啊。我不知道这个视频就是会引起这么大的讨论度和关注度，然后我也没在视频前面和后面加这些东西，是我的疏忽，在这里给大家说声抱歉，然后给那些关心还有提醒我的人也说一声抱歉，就是引起这么大的误会，以后就是关于这种引起误会的东西然后还有这种作品就尽量不接触，然后在这里还是呼吁大家要节约粮食，然后拒绝浪费。